下一个要介绍的东西叫做硝酸。硝酸是无色液体，但是它常常会含有分解出来的红棕色二氧化氮，因此看起来黄黄的，黄黄的。第一件事情，红棕色二氧化氮要背，这个颜色要记，我们后面还要用到它红棕色的二氧化氮。第二件事情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，我们这个硝酸就有好多的颜色要记，有好多都是一些跟颜色有关的事情要记住，所以要记得 OK， 因为有红棕色的二氧化氮，所以看起来黄黄的。它这个自行分解呢，那被光照也会很容易分解，所以它不要被光，要保存的时候不能被光照到，所以要放在棕色瓶里面，放在棕色瓶把光挡住，把光挡住。所以硝酸受光之后，刚刚讲过分解出红棕色还有毒的二氧化氮，所以为了避免它被分解，所以呢我们就放到棕色瓶里面，放到棕色瓶里面。OK， 这就是要记得硝酸，看一下啊，红棕色二氧化氮要记好，因为我后面还要用到它。后面这个颜色，这个东西我们要用到它。OK， 硝酸可以分很多的金属作用，但是浓酸跟稀酸不会很讨厌嘛？酸经常是浓酸跟稀酸反应是不一样，不一样。OK， 铜跟银加浓硝酸会产生红棕色的二氧化氮，加浓的二氧化氮二两个，两个比较多，所以是浓硝酸是二。如果是稀硝酸，就是一氧化氮，一比较少，就是稀，所以稀硝酸一氧化氮，然后无色，也一样要记住，一氧化氮无色，我后面要用到它，红棕色二氧化氮，无色一氧化氮这两件事情，我后面要用到它，所以请你记好它的颜色什么东东啊，因此这个硝酸会跟这个铜作用，因此可以拿来洗电路板，洗电路板。你们现在的生活科技课应该没有做了，以前学生会去做一些什么电子鸟啊什么之类的，然后电路板要自己洗，就是让你画好电路板，泡到硝酸，然后把它其他的洗掉，就留下需要的铜线，然后就做成电路板。不过你们现在的生科应该不会做这个事情，反正他就可以做，帮我来做电路板啊，然后来做精密电器，好也知道一下。然后呢，就有一个整理。这个整理以前很爱考，但现在比较不爱考了，但是希望你还是会。刚才讲过，铜加浓硝酸产生红棕色的二氧化氮，铜加稀硝酸产生无色的一氧化氮，这刚才跟你提过了。还有一个叫做铜加浓硫酸，所以刚刚讲过，浓硫酸产生的是二氧化硫，以前学过有刺激性臭味，臭鸡蛋味道的，臭鸡蛋味道的。那么铜加稀硫酸叫做镁离反应，活性大的金属加稀酸产生氢气，铜不是活性大的金属，所以它加稀酸是没有反应的，它加稀酸没有反应。铜加盐酸是不管是浓盐酸还是咸酸，通通没反应，都没反应。好，这是以前有整理过，以前很喜欢考，现在不太爱考的。现在不太会考，但是还希望你能够知道啊，这个硝这个铜跟我们的这个酸的作用，浓硝酸、稀硝酸、浓硫酸、稀硫酸的状况如何，看到一下，能够记下来最好。OK， 那么硝酸遇到蛋白质会形成黄色蛋白酸，黄色蛋白酸，这个我被害过，我到实验室整理器材。想要把桌上抹一抹干净，手拿着抹布，觉得抹布湿湿的，没有管它，就把它擦一擦。不久之后就发现，感觉我的手刺刺的，打开一看就黄黄的，然后呢有那种抹布的痕迹，就是前面有个猪脑袋，拿着这个抹布去擦了浓硝酸，然后没有洗，后面一个猪脑袋就是我，就把它拿起来，然后我的硝酸就碰到我的蛋白质，就变成黄色。蛋白酸，而且洗不掉，因为它已经跟你的蛋白质麻在一块了，麻在一块了，洗不掉，要等它新陈代谢自然脱落才可以，才会不见。OK， 铜加铜硝酸蛋白质，黄色蛋白酸。OK， 那么王水一硝三盐，一份硝酸加三份盐酸，一硝三盐，一硝三盐王水，
它叫做王水，是人类在冶金的过程中发现，哎，这玩意可以溶解银，可以帮我提炼银，好棒哦。可是找不到东西可以溶解黄金，好麻烦哦。后来终于发现有个玩意可以让它把黄金溶出来，谁啊？这个玩意一消三也，所以把人都不怕多，别人都不能，就我能，所以我叫做王水。王水，它是这样名叫王水，不是因为它的酸性最强，不是因为它的腐蚀性最大，所以它叫做王水，不是，就是因为它可以溶解黄金的关系，所以叫做王水，叫做王水。好，并毁容效果比较好的是浓硫酸，浓硫酸 ，OK。好，就是这样子，所以让你知道一下，王水一消三炎，我怎么配一消三炎 ？OK， 叫做王水。那么它叫做国防之母，因为它可以做黄色炸药 TNT 三硝基甲苯黄色炸药，然后呢也可以做成硝酸钾。等一下跟你讲硝酸钾，因为那玩意很有趣，那玩意很有趣。好，我念高中的时候有个同学化学很好，老师把实验室交给他。他又做出了一瓶黄色炸药，黄黄的，看起来很可爱，很漂亮，看起来很漂亮。那时候学校正要拆房子，要改建，要拆房子，我们就说我们帮学校拆好了，他就把它炸掉，就把它炸掉。OK， 还有一甲苯。那刚才讲那个硝酸钾很有趣，为什么很有趣？因为它可以吃，可以炸，可以用。它可以吃肉类防腐剂，可以用钾肥。施肥，氮磷钾肥要三要素，钾肥可以炸，它是黑色火药的成分，黑色火药粉，所以很有趣，可以吃，可以用，可以炸。OK， 我跟你讲，然后呢，你看它前面做黄色炸药，后面那个做黑色火药，所以它都跟国防有关，所以它叫国防工业之母，所以硝酸是管制药品，因为不能拿去乱去做一些无为。到乱炸，所以要管制药品，所以就是国防之母，它可以做这个，看一下就好了。硝酸就是一堆的颜色，要记住什么红棕色、二氧化氮啊、棕色、瓶中啊什么之类的，就把它一些颜色要记得，你都要记得。然后王水看一看，就是有关于硝酸的部分 ，OK 吗 ？OK。